你是负责人，没事，没你的事儿，你过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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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现在就在你们的网站上发消息，发帖子，向全国的网民说清楚啊！你们颠倒黑白。哎，周总，看什么呢？那个变态导游男还真是个挖宝人的金矿。 这个，什么？小西该打，你说什么呢？啊，你可是儿子的亲妈呀，他是你的亲儿子，你们还有没有点人性了呀？你恨那个不争气的老公啊？都别说了。有你怎么护儿子的呢？他无证驾驶，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捅这么大娄子，怎么？你连我也想打？啊，是，小西无证驾驶的事，我是没有跟你说，可我跟你说有用吗？你除了打就是骂，他现在无证驾驶既成事实，你打完骂完，驾照就出来了吗？别跟我强词夺理，你在外面无理搅三分那是你的事儿，可这是在家。什么叫既成事实？既成事实就是我原本的儿子一不争气，二不懂事，三不知道规避风险。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给我打电话吗？我跟多少人编瞎话说那不是我儿子吗？你知道这件事情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元满，我想这才是你打小西的真正原因吧。你打，你接着出去打，你跟你儿子说，因为他和这件事情扯上了关系，所以他爸爸在医院丢了人，副院长又没戏了。别跟我提副院长，我告诉你，这个副院长我是当定了。你喊什么喊呀你？你有本事喊的全都听见，你没有当上副院长。妈，您就少说两句吧，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干什么？你干！妈，我是没挣到副院长，我苦苦奋斗了这么多年，起早贪黑的动手术钻研技术，可我依然没当上副院长。难道这就应该成为我要背负一辈子的十字架吗？在这个家，是不是只有我当上了副院长，才能真正被你们当做人？哎呀，圆满圆满啊！你说话可要有良心呐啊！谁没有把你当做人呐？
在这个家里，什么地方亏待过你了？啊！到底是下肢脚出来的呀？不懂得知恩图报也就算了呀，你还要颠倒黑白呀？啊！我真是不应该让我女儿嫁给你呀！妈，干什么？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可以离开这个家。离开？你们都别吵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我跟你还没完呢，哎，不出来！你敢？出来！你敢？袁帆，我告诉你，你再敢动我孙子一个手指头，我就跟你拼了！从您这个分析上来说的话，确实有这么一个自愿有网站，他在炒作这个事情。他炒作这个事情是为了宣传他们自己的网站，他屎盆子往我这扣。 哎，你好，先生，干嘛呢？快餐？哎，别动！变态导游男，人呢？天生具备从众心理。所谓的从众心理，即是指个人的行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 表现出符合公众舆论和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啊！而网络呢，恰恰是这种将，而网络恰恰是将从众心理群体极化式的。喂，阿明，我不接电话，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什么？ 现在，谁管事儿？你别碰我！你们资源有网站，你们心都黑了，你们啊？你们还有点良心没有？有点底线没有？我是好人呐，我是助人为乐。这是后边吗？后边，服务器后边。我说这里有没有后边？没有。你们愣把我说成变态导游男，是你们干的吧？啊？是不是你们？不是。还说瞎话，还说，还骗人。 你们骗吧，你们就啊！你们就骗人，做人们有没有一点底线呢？啊？谁是负责人？谁是？你是负责人？哎，行，别碰我！哎，你过来，过来，进来，没你们的事儿。你过来。好，你现在就在你们的网站上发消息。 发帖子，向全国的网民说清楚啊！你们颠倒黑白，我是个好人，我助人为乐，你们愣把我说成变态导游男，你们是为了挣钱，你们是为了点击率，你们的心黑了，你发，现在就发，发。其实我不是负责人，你冤枉我。那谁是？
边说，别着急。起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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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慢慢说。大哥，别跑！我不要说，我看见你了。你别跑！别着急，跑！你别跑！你别跑！我看见你了。你放开我！别动！放开我！一群人渣！混蛋！你刚来上海吧？是。谢谢。啊，再见啊。再见。怎么不小心呢？人家偷你东西呢。Yeah, thank you. 你是 ？I come from America. 哦，你是从美国来的。Yeah. 哦，你去哪儿？我能帮你忙吗 ？There. 哦，你去这儿啊？bus no, taxi 去。No taxi, bus, 公共汽车。No bus, taxi. No taxi, bu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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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bus, taxi. Bus. Taxi, taxi. Okay. Okay. Okay, okay. Bye bye. Bye bye. No taxi. Bus. 怎么，你还想让我再丢一次人？我告诉你。如果没有我们这些 AOC， 你顶多也就是一个在 Silicon Valley 默默无闻的小程序员，知道吗？啊，就这样。Dad， surprise！ 你怎么回来了你啊 ？I miss you so much。走，回家回家。That wonderful smell. Ashley. Thank you. Rules on the wall. Read. What? And read them through. Dad! Is it a punishment for me of my sudden back to China? And you didn't call me.You should let me meet you at the airport. Do you understand how scary I was? Hi, Mom. Well, today is hard. Dad is not caring. I don't know what he was thinking of. I'm not helped. He treats me like a 14-year-old girl again. Yes.
这就是你们老挂在嘴边的团队精神，就是你们老大给我承诺的高效率、高回报率。 负责人就是 CEO， 他被开除了。小伙子，有气不要在谈公事的时候撒。我找你们老板有重要的事跟他说。我就是老板，有话快说。怪不得，怪不得你们的网站搞不好，只能靠炒作一个小导游吸引眼球。你们的从业素质也太差了。你是谁呀？ 你有什么资格来谈论我们的就业素质？我是谁暂时不重要，不过等你老板知道了我手里掌握了些什么，你就会觉得我很重要。我就是网站的老板，不好意思，既然你说你自己那么重要，你不妨说出来听听，你到底掌握什么了？ 放心吧，放心吧。哎呀，那棵老树屎不是早摘干净了吗？啊，坏不了一锅粥的。哎，你猜啊，我刚，哟，马志武啊。 出去办点事儿，干嘛？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把他们行车记录仪里边那个内存卡给我，你给我，我马上走。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辆车上的内存卡的数据早就给抹了，没了。你拿我拿什么给你啊？ 你等的人也没到啊！哎呦，是，这过了太长时间了。我打电话。自愿游。神秘人。